初秋，我们来到神秘的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第一次近距离看潜艇。随行的肖海生技师说，潜艇的高度相当于一幢三层楼房，第一次在厂房看到时被这个大家伙震撼到了。嗯，这手一般要抓这个地方，抓这里是吧？不要像这样地方，请确保抓住，刚才有时候都一盖把手夹住了，到这里来转一下。刚下舱室，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肖技师解释，现在潜艇没有航行，通风口都开着，各类机器没有运转，这已经是最好的环境了。过这个防水门是，对吧？那最不是这样子的过，一般斜的，是你斜的，对吧？扶着一下，这样过来就可以了。对。现在我们这看的地方是我们住住的舱室。跟那个老式的卧铺，火车卧铺啊，有点类似，但是可能这个高度的可能好像要更窄一点。哎，我现在上的就都比较困难，对吧？就这样的，这样一般我们现在这样子，对吧？这样子和这样转一下，你看我都是原地在打转，对不对？都没有说翻过去的感觉，就这样的。哦，这样对吧？啊，这个上面地形比较复杂的时候，可能我们把空调停掉，温度也会达到近40度左右，没有的。我看您这个表，然后挺奇怪的。那我这个是。24小时制的，因为我一直水下潜的，我也不知道外面到底是白天黑夜，就不知道，就通过这个钟来识别，就我一看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我这个声音是柴鱼的运行的声音，对，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到我说话，有时候你看很多消防员也都听不到。有时候我们一般打个比方，我要跟后面人沟通的话，一般打手势，你可以看一下，对吧？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烤箱，对吧？烤箱，嗯，这就一个电磁炉了。但是我们这边一般做菜一般以蒸、煮，这个或者烤一下，有烤箱的烤一烤，这样的为主，就是尽量的不让它冒烟，或者说产生很浓的味道。这样因为省了很多的味道，在我们这个舱室里面时间长了，它散发不出去，对不对？一个味道一直保持很长时间，所以你对这个空气的质量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拥挤、闷热、嘈杂的舱室穿行了半个小时，迎面走来一个个年轻的面孔。作为一名服役20多年的潜艇兵，肖技师说，潜艇兵在方寸大的工作岗位上就是要守得住寂寞。像我们四舱的话比较热的，这平时的话如果夏天出去的话，包括睡觉都是很热的，基本上就是每天一身汗，比较累嘛。然后可能长时间的水下航行啊，我们 IP 专业的话就是可能要保证这个潜艇这个水下续航能力，然后工作时间比较长，白天在水下，晚上在浮起，晚上浮起的话基本上都是隔3-4天才浮起一次。自从出任务起的那一天一直到靠岸了才能看到太阳和踩到真实的大地。因为本身多数人是在潜艇里是晕船的，然后不管你再怎么刻苦的训练，只能说越锻炼身体素质越来越能扛。虽然我是一名柴油机兵，也就是说一个小螺丝钉嘛，但是每一个潜艇它都是一颗一颗螺丝、一颗颗机械设备组装起来的。虽然我小，但是我也能发挥我的能量。潜艇兵就如他们自己介绍的一样，没有什么神秘，只是职业岗位不一样而已。他们就是普通的军人，和千千万万在自己岗位上忠于职守的军人一样。